而且你想一想，若此事是我所为，我又干嘛回来自投罗网呢？我敢肯定，此事一定是他日所为，只要找到那个人，便能还我清白。此人对大牢非常熟悉，他有钥匙，所以我怀疑很有可能是督察卫里面的人，先将我变成逃犯，再顺带着让九儿停职。怎么想都是别有用意。我很好奇。 事隔十年，连我都可以轻易得出结论。您跟我爹爹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查出来呢？也许是我天资愚钝。不，刘伯，是你把我爹爹记录凶手就是女子的结论，故意销毁了。还有一宗罪，要交代霍爷的死，不是汉正所为。什么？ 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全台首播，九霄寒夜暖就在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